壮士以下赢两场排位，然后可以送，可以加排位的，就是观看时长可以再免费加排位，然后还可以免费获得红包，红包是88.88红包一个。这把我们先正常升三级，中方是级，我们需要去压制对面打野，我们先速度升三就好了。走，往对面野区走。谢谢，感谢帅帅达大哥哥送出的骑士，谢谢支持，谢，爱你哦，嗯啊。对，这把的话没有什么控制，嗯，所以说我们就稍微的稳健一点，不冲动。先正常刷上去，这样升三就比较快一点。再一次感谢我们大哥哥送出的钻石粉丝啊，感谢我们大哥哥支持啊，感谢大哥，祝我们大哥越来越帅，天天晚安的好情俏，天下美女的你吧，祝你日日单身的夜花新娘早日抱的美人归，全国各地都是你的小迷妹，爱你哦。谢谢。对，钻石以上的话呢，因为玩的太多的话会被搬英雄的，但是可以加排位的。往这边给个野，咱先打就好，等他把 W 交了，等他的移速结束之后再跟他打。好，这时候跟他打就好了。先拿野怪，再杀人，看他往里边闪现，贴墙走。好，这的话把野怪经济收一下不急。三单过来了，但没关系，我们不理他就好了。把这边的石龙打了。对面上单血量很低，还有那个的，有多安盾的，身上没有骸骨的，所以我们 A 他给一起的，一起来就好了。接下去我们直接一个 A 一下往前走，如果说杀不死的话我们往前走，接下来 Q 就好了。对面打野没有闪现的，我们直接撤，把克杰打一下。弹幕一直可以看到吧，弹幕一直可以看到的，只是说你刚刚那个弹幕是发的是那个，就是如果说怎么样升粉丝牌，我不可能去引导你消费，是不是的？觉得弹幕的话我就看到了，但没回你。然后你后面又说了一句：“没有粉丝牌就不理人吗？”我也不知道怎么回。弹幕我都能看到的。除非我在看电影，有时候看电影确实没看到。把格杰打一下。谢谢不认识的两个字送出了半卡，谢谢支持，谢谢，感谢老板，老板大气，爱你哦，嗯啊。看一下你的，等打完之后看吧，因为现在游戏里面没办法看。致命节奏打前期不太推荐的，带致命节奏我建议你带重刃，重刃会更好一点。他没闪现的，我们下路没控制。减速，好，哇，好野，把他血量打长些，这波往后先撤一下，不急，可以打的，不怕。让队友把这个线带过去，带过去我们继续越的，等对面 ADC 出来再继续杀就好了。往前走偏他 Q， 我们只要往后走不会死，放心，我们有 E 的。对面 ADC 要来了，放上 W 炸一下就好了，咱们得先撤一下，回来的时候把装备更新一下。
这把出装的话，我比较想出一个，出一个耀光。出耀光的话，这把会刷比较快一点，然后去把虫子打一下，可以打持续爆发的。现在我又变强了。上路被单杀了，他这波看他会不会想着吃这波线吧，他血量很低，我们直接过去就好了，他这里面的 W 下，不要让人逃。因为他已经被杀了，他被单杀了，我们就让人逃没什么意义的。他现在本来就是劣势，然后对面打野刚才打小龙，有没有注意显示，他这时候我们把先锋打一下来。那边不能开闪电似的，闪电式的话呢，发弹幕就可以参与抽奖了。不敢拿蜘蛛的话呢，可以找个段位稍微低一点的去练一下手，就比如说你是钻石，你可以找个白金左右，对吧，从白金那个号打上去，打到钻石就好了。因为你没玩过这个英雄，你不要打，也可以不打排位，去打那个匹配。其实你刚玩蜘蛛的话呢，胜率会比较高一点的，只是说玩到后面的话呢，就会有点迷的。拿到草丛里面打，这波打野的话在下边野区，我的野区可能被反，然后狼野就可以再抓一波上。往上走，要前行推塔的，不管不行了这一把。他不去推线吗？他第一时间不敢 E 上去，他第一时间 E 上去就可以杀的。这上路就不要去了，我们刷下去了。蜘蛛的话呢，低至黑铁，高至王者，他没有段位限制的，他什么段位都能玩。他唯一比较怕的就是中路，就是段位太高了，然后中路跟上路选 AP 英雄，因为 AD 英雄前期打架会比较强，除非选那种塞尔斯这种前期打架能力厉害的，或者卡特这种那可以的，但是选那种法师就比较偏弱了，就走得慢的英雄。我野区被收光了，这边不太好去针对的，我们这波刷下去，往下路边走一下。看到没有，他也去下路去的。我一样没有好，来可以打别怕。好，这波我们继续追就好了。这波不要急，居然选了 E 上去，一个 Q 往后撤，点点，哇帅呀、啊、这一波。他们吃不到这波线。说亏的话其实也不亏，这一波还挺赚的，来个巫妖之火的，这波还是有点冲动了，因为这一波其实我们家辅助可以把他阿死的，我不需要去的。蜘蛛前期打瞎子比较好打的，瞎子的话呢三级不会跟蜘蛛打架的，会玩的瞎子不会跟蜘蛛打，他会有等级优势才跟蜘蛛打，或者是贴脸的情况下。这波我们先 Q 一下，他跟我打他肯定要死，追就好了，等下蜘蛛先 Q 好。哇塞有点帅啊，他叫闪现了，他也出魔抗了。小虫都要刷新40秒，我们去把小龙拿一下吧，搬下路，这把只有下路靠得住的，下路如果不是优势这把玩不了的。对，没有包天的，上直播都是在直播间发弹幕抽奖。
越玩越迷，所以说我跟你们讲了，你们刚玩蜘蛛胜率会比较高，可能玩到后面会胜率比较低，要多练一下其他英雄的。把这个线带过去，带过去之后我们去抓象吧。把视野排一下了，这边可以蹲一下对面 ADC 的，但是小心对面的打野跟辅助，因为他可能觉得我去打小龙去了。这边是有真眼在的 ，ADC 我一刀可以直接秒，他没有大招的，别急，等远程平加 Q 了，很好，让队友继续推，把一刀赶紧拆了，快拆。上头要掉了，上头已经掉了一个，刚刚还有三层，直接一瞬间就没的。把这个龙拿一下了，让队友过来一下。这个是排位的，永远会有突破口的，不要担心没有机会。你没有机会的情况下，你先保证自身的发育就可以了，不用急。学一手蜘蛛，别说上大师，上王者都随便上。我得回家一下了。上路龙人基本已经炸了，下个出装我们做推升了。他们靠两条腿能跑多快？他在打我们的野怪应该。走走，不打。这把有龙人在，要拖大后期的。别走，快的，快跑啊！一刀一炮带走，先直接追这 A 就好了，用惩戒减速，拒绝 A 他。这波打不了，得走。漂亮，因为他已经吸我一口了，我们的抗性已经没有了，几乎如果被小鱼人 Q 一下，我能直接得死，没必要硬追的。就选择一他身上，先拆 ADC， 还不开大招，不开就得死，故意往前压。他在往前放，他就必须得死。他如果往前放，对吧？他必中大招。他往后走就会被我 Q， 所以说我们直接往前冲就好了。就强行逼他中了个大招。我不追的话，他就会左右你了。这时候把这边的视野排一下，准备开始了。等我回家之后把推升做一下。做完推升之后的话，我们下一个装备出什么呢？这个是非常关键的，可以选择去除帽子，让自己的巫妖之火更推升的话，回血跟伤害更多一点，也可以选择去除影焰，影焰的话长的线更高一点。
钻石局就费劲了，钻石局的话如果说你特别费劲可以找一个双排的，找一个中路跟上路双排会更好配合一点。人呢，我们先抓这个，先抓这个，来来来兄弟们得先去抓这个，不要让他去带线的，他带线的话这一波我们就玩不了了，他要吃塔皮然后带线的，我们不管不行，他现在有三层被动，给一起的爬两下往后走，用小毒咬就好，不要跟他站着不动 A， 等下之前 Q 好，他的英雄你一定要去拉扯，你跟他站多的话是太吃亏的，我们现在就抓单就好了。小罗人现在被动是145层，这个层数还是不错的。对，抽到什么段位就可以给你们教什么段位的教学的，直接给一技能，因为他不会犯，他这波是明显是不会犯这个 Q 技能加一技能，他想等解放大招再犯一的，他想用一个技能骗技能，和他反应打前推的，往侧面靠一下，因为这边可能会有机器人在，他没大招了，直接秒就好了。好，现在打小龙，这边小心机器人，来打小龙，就往中靠一下。超级回血阵打小龙，这波不管劫还有 W 嘛，小鱼人要过来了，上当是有 TP 的，打完之后赶紧回去守上路，要反守上路，他没有选择过来，不起他们需要指引，抽号的话是包赢两场的，钻石以下是赢两场排位的，然后可以送排位的。主要是排位抽的不多，就是给你们看一下，如果说你们打自己号的时候该如何去应对这种情况，像队友都崩了的情况下，如何去慢慢滚起雪球，滚到优势。这波河蟹吃的话太危险了，我们回家的话可以出影宴的，就没必要去吃河蟹的，吃完河蟹的话我就可能会想去出帽子，到时候就容易断节奏。现在就拖就好了，没有什么好害怕的，这把打完之后就差不多抽号了，因为这个号不需要加排位的，只需要赢两场，赢两场可以提前抽的。我知道是潜伏在阴暗之中，戒指的话这个版本不买三安书，买三安书没有用的，买三安书的话你相当于买一个无用大半，无用大半七十法钱，你就算十层戒指买来的话只有七十法钱，价格还贵，要1450块钱。没视野这个地方，小人在下路，机器人也在下路，他这个龙我们势在必得的，然后龙车的话开始去守这个上单，别让他带的太舒服了，我们现在这个团战是一下赢不了的，要往后继续拖的去上路。没有事，这个被动可以吃一下的，这个被动可以加那个就加 CD 的，我们比较缺级数，
这个上单还在出肉，现在这个版本第三件在出肉吧，更好一点。这样的话我们一直推不上去的，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因为你没办法去控制队友，是不是我们就保证自身的发育就好了，不要去挤，这边先给睁眼，确定这边没有视野，把野怪经济打一下，这个地方我们先开扫描过去，我来砍，有我们有意的，这边等他们打完这个蓝往这边靠，好来了，在后面别急，蹲就好，这时候直接给一级一级带走，好往后撤，保护队友，跟队友汇合就好了，对面现在少一个人，我们这边少一个人，要打肯定打不了的，看一下能摸几下防御塔，这边让队友小心一下队友，对预判一下，现在就等小龙刷新了，这边是没有视野在的，这边可能会被扫描看到，且应该可以秒他，他没有魔看的，哦，他没有护甲的，说错了，等他拉走预判一下，好样的，多等他过来，让队友推中路，上路边要人去守，怎么不打了，他没有大招了，让队友走去打小龙，推不上去的，我们少两个人，我将为他们展示通向神迹的方式，现在就等龙魂，等下个大龙，因为这个喷火龙他打不过这个上单，所以说我们现在这一把就非常的被动，没办法去无限去推线的，但是喷火龙能把兵线守住就好了，只能拖，他一个人落单了，他没大招直接秒就好了，我不知道对面的上单在什么地方，上单在下路带线，我们就推就好，这波可以考尝试一波，他不回来的话一波呢，他不回来我们一波，好，给大家抽个排位啊，大家想要参与排位抽奖的话呢，可以把大区跟段位发到公屏上就好了，把大区跟段位发到公屏上啊，